赵子龙见刘备坐在树根不愿意神蹲台，慧眼的站不住，所以叫人把枪拿到这枪头朝突下一线，两个拳头握住枪中部位，头搁在拳头，眼睛闭着，视线盯上卡，人视线盯上卡，不远远的嘴里头就来吵，就把吐一慢慢的朝下咽，把肝阳要平和着，他这颗虚阳上冲，他先前见张飞能够说话，哎，过来看见刘备这样情况，虚神散了。所以呢，头就是不住了，眼睛不能睁，耳朵里头好像金钟乱撞。时间不大，他把这个肝阳慢慢慢慢平了。耳朵里听不到金钟乱撞，唯有蚊子昂昂。眼睛头一抬睁开，往外，天地不错了，五位好像有点金苍蝇飞来飞。赵子龙把肝阳平定之后，赵将军足足枪。把马当出去，这马当住也住阵了，他一声喊大，两腿朝起，这兵这听周身咔啦咔啦咔啦，就放鞭炮差不多，国风朝起进了。他把马当朝起这手之后，赵子龙先后定下是神，也不得经常一飞，耳朵也听不见文章，腾抢一起，随即直奔刘备面前，领着廖西家分开，主考。主公啊，赵子龙，侯孟宗滔滔流泪，双膝跪倒。刘备坐在树干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见赵子龙一个人来的，料定起而不得，一阵心术，孟宗泪泪流备恨，眼泪到了这个往个门口，在眼眶里一阵汹涌上去了，这叫眼泪往上淌。赵子龙这个哭着。刘备说：“哎，赵将军，万有千言，不必说了。好事主公，梅氏夫人在当阳身带重伤，万难策马，不幸途经亡故。”刘备听那个梅氏死了，死得好，我对不起你将军。他哭的赵子龙，他孙策哭赵子龙，心里是伤在梅氏啊，他做得好了。好事主公。公子唐来主公的红佛以及为木匠赵云大在怀内救出重围，刘备这听心里的得意，但是面上没现实性，哎，赵子龙这个亏你了，我膝下凋零，只有这点国学刘氏门中一条根，你能够把它包得完完全全，走走正正，你是了不得的大恩人。刘备追着说：“哎，不要了，岂不负累你将军？说得好，不要了。哈哈，是主公。公子为安赵云大寨怀内近百万大营时常有动弹，在百万军中冲在环有动弹，这可出了百万大营都不会功夫，不懂。刘备当喊你回来，我是个二派的个阎王，可是不会功夫不懂了吗？赵子龙随即把那些陶氏满带全部从虎形经旁边一摸。架子扒开，穿破穿破，一件件扒开，一手在外面掏出小孩的准藤，这只手兜兜件件朝怀里摸了，要摸到关羽的满楼的碎天碎地，但怕一摸冰冷挺硬的，这就坏了。所以兜兜件件，哎，好呢，关羽的满楼的，赵子龙手伸进去，把小孩子两只小手就肩头上撸下来，把两只小腿顺到前面。赵云眼红，这时候他从小孩的家伙，这个时候也他说的慢慢把小孩子从怀内抱出来了，抱出来躺在手中一望，啊，赵子龙汗毛都竖了，睡着了了小孩子。赵云想想，我就不懂啊，公子你怎么睡着的？不问军中我不是跟你去玩啊，动手的，那这样的吵着我这个动手你居然睡着了，哼，岂敢！不要说在你怀里睡着了，呀，都活在世上，到后来从四十多年快活皇帝，真正睡四十多年，还睡过去不？他就是吴用的后手啊，欢喜睡觉啊，这个意思。赵子龙把小孩托出是主公，公子他来主公，虎威翻到曹操平眼望主公受了，哎，不要，
刘备嘴里说的不要好，伸手把小孩子接过来，往刘备两边一瞄，往哎，为儿子路子路在小爷，宣喜双武一员大将，要儿虎用火，小孩朝地下一撂，撂儿子，撂儿子，他这个撂儿子觉得假的，怎么讲？他本身住在树干，树干人立地有多高，房子又长，随手过膝，这样说手水过了可惜都是。他住在树干，你看看，房子又长，他可是把小孩朝旁边一丢。什么是这一丢？就是手龙人心，像赵子龙这个功劳大了。好容易在当阳地界，重重围，拆重围，把小孩救出来，伴军中救一都。现在都人都晓得，小孩都晓得。他给别人有话好说，将军，你呀、是我刘氏门中大恩人，无儿不是你就不得名啊。随后我刘备就对你另眼看待，我晓得哪一天发展，我现在还住在树干里，不如把儿子一撂，跟赵云勾搭，就是逐渐我刘备对待你们，把儿子我都不要。说赵云怀内小龙敏，叫他。回头睡着了嘛，曹操军中飞虎车，吴有抚慰忠臣一在顾把亲儿，正马前把儿朝下一撂，赵云哈哈主公，如此待木匠赵云，叫木匠赵云分神睡过也难保诸葛洪万一，赵子龙歇行到了小孩子面前，把小孩朝下一抱，再叫了把刘备不干了，什么刘备再撂呢？撂一回跟你口上的当真再撂呢嘛。赵云把小孩子踏起来，站起身来，望着岁数大的兵丁，叫岁数大的兵丁送奔树林，叫了一个甘夫人慰问。赵子龙如何？赵子龙，把身上要罩在哈子，穿袍穿袄，一件件服好，加一只服好，后行进木阵，那家头一抓，打一手巾，一个打草手巾，赵子龙就坐在刘备旁边。刘备把他往往没放可主公，没放下笑得坏了，说谎电怕三对面，这个主公赵子龙犯了，这个主公他在那个说赵该死的皮肤，他在那个说犯简勇怎么就应该捉救才救的，你不捉救该判死，你居然还有面目到我面前来进谗言，滚过去，这个没放别人捉高估了啊，赵将军，你走当阳来的是啊，现在怎么样？赵子龙就把这个当阳地界由头至尾说了一遍，他怎么样从营，怎么样会梅夫人，梅夫人身带重伤偷情，把小孩他给他打在怀内，从不换大营这一路一直说到这个时间告知，说要多大的时间，也不将军各把时辰亏他这个有头走出了各把时辰里屋嘛，里头有了血迹来，他那个照本草花怎么怎么，一开始讲我就不得了。刘备听着听着点点头，说主公，按赵云将公子救出不换大营，一路来抢见主公，后面有曹操去大队追来啊，这边如何？主公不可进，长帆桥头。有三将军在那里，哎，吾三弟一人胡能抵挡百万大队？主公放心，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，现在另第三将军也能够埋兵布阵，此话怎讲？如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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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就把看见四面埋伏阵，由头至尾将帅便刘备听，哈、啊，这也是我刘备的造化，他们这个弹珠速度不行，觉得这个听到长分桥。好，源源来讲，一声吵嚷，刘备进来，来啊，这个皇叔，你赶快进去打听一下，看何处如此的吵嚷？哎，这个骑了马，打听一刻功夫回了头，这个兵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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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马上直抖，有人把他抬下了马，到刘备面前，怎样？咚来了，啊，这么咚来了。小军输出来了，赵子龙晓得，主公，赵将军，他说堵来了就是曹兵堵来了，
这便如何，主公放心，苍山桥头有三将军在，我三弟一人可能抵挡得住不万兵丁。刘备心里头烦，赵云心里也惊慌，主公放心，三将军能够抵挡曹兵，万一抵挡不住主人，主公放心，俺赵云何从有三寸铁，动不能辜负军师重汤，亦不能辜负主公子玉之恩，绝不能让你受人家摆布。哎，这德王李将军应用父子刘备是一口儿，甘夫人抱住小孩在树林里，他说：“儿啊，这便如何？我死好最难找，所有的兵丁，你望入唐眼里，我望入你袖，别在个个心里头害怕。”我交代清楚，他们在这个惊慌不可给张飞不懂，他在苍山桥的桥顶热马后面，我已经交代过了，他忘了心了，假意思把个寸步寸步把个胸前后梁看好进入，假意朝上一翻袖子，朝上一挪，这样像个恶神，偶尔站在这等，偶尔坐在眼在王主，时间不大，赵云过去时间不过很大，看到张三那个纷纷默默的啊，曹兵到了，纷纷默默，哎，曹兵他啊朝前走走，下了张三，走了没有到篱笆路，不要急啊，鬼，你看大哥，大哥是够仗义了，你看那一路高一丈，还说三丈啊，不是四丈半啊，大哥的。不看大狗子，曹操本来在前面的，未到张三，他慢慢朝后腾腾腾啊腾的，腾到总队。曹操今天是用的马上之势，吴广凡、不将凡、霍国这些对阵马，白手提弩，直奔青龙山该天之赐的兵马黄云。他本身骑的昭黄飞电龙驹，啊，左右后面堵有他面前的红虎。曹操本人在总队，几啊几的他已经到了张山山顶，有小军把他兵丁养好，无事在远远的往那个张山那边，一条湖叫苍山湖，湖上有一条叫苍山桥，有敌军走路，雷军有多少个人不多，这对狗，这样子，曹操想想不万兵丁，几个人挡住了？侯德阳了，这个狠人是自然很不黑，个人这个动作呢，这个大狗子吴小人看那张龙有的看三丈二，还有说四丈半，在哪里这个城墙？青天上，曹操用大喊叫，大狗子又一，这够仗义了啊！什么人啊？像个恶神差不多，他就是个王主，若不仗义在想，他如果报名了。所以张飞在桥顶望见曹兵，说：“这边子来得好了，有的妙来三个大铁花。”这个你看呢，哥哥嫂子侄儿赵子龙到了后面，你来吧，来个挑一个，来两个挑一双。他正在得意中啊，见曹兵走的心情，你不走，立住长坟桥还有一大步路，你怎么不走呢？哎呀，张飞这样好。要死！哦，兵丁怪不多的，告知曹操来了。他怎么晓得曹操来了？他一个人啊。曹操这一块夹在乱军之中，他望得很清楚啊。望张飞看的，他怎么看到曹操来？曹操道出一个招牌，什么招牌？叫出兵青龙山隘。其实青龙山呢无所谓，姓名就要用青龙山。不过他读个出兵的，就是青龙。弯下去又竖上来，到了赤峰山就非当朝宰相的身份不可。张飞望看见青龙山，晓得山下一定有曹操这个人。张飞想想，怎么不走的？牛这一次他无意间报了个名啊，告知曹操，你既来如此，安军师命安在此等你，你赶快前来领师。张飞无意间报了个名啊，唐飞啊，喊得砰砰，射之人喊得砰砰，两边竖的啊，这勇这慌，他这声喊，曹兵听到这声，一个个喊，
有的朝旁边走，有的朝回头跑的，口向张飞这一声，他无意间报了个名，哎，曹操在张三的，打了个眼睛，那张飞，来，这个丞相，侯丞相的名丞相就是个，和您大哥喊的，报名张飞，啊，张飞，因为张飞，其实讲的这些人都在像阿神差不多啊，他怎么晓得老虎？到这个地方来的，曹操一问，哎呀，曹操想想，不留神啊，不留神命就不得了，怪不得的，他晓得我来，看到这名青龙山，你曹操没有温军一样，我不要怕，我这么喜欢他一个人，这个老子不但不温军一行，反来论军一行，望住发山的这个，哼，啊，木作，还不将山盖拉去，就赶快把青龙山拉到了。一口功夫到张飞不帮你往这奔青龙山面中，冲了一哈头，我头也不得了。张三这个啊，小嘴的晃，青龙山拉得了。青龙山这一浪，队伍要论三成，是不是？他没有文军营啊，他就要把山拉得了，这些人犯险了，特别是文人。现在啊，现在看见了。张飞无意间身上啊，喝得丞相不敢大山，来不出张飞身上，喝得丞相不敢大山喽啊！一声吵嚷，队伍可是论山城啊！文人这几天把个码头吵过不？武将本来不怕老哥，谁敢老哥？张飞声喊丞相不敢大山，我们也怎么样？他们也准备了。张飞报了个名字，哦哟，好。看得好，把曹操看得不得了，青龙山不得了。张飞提重机器，他这次还是真汉，想想怕我汉的，我一直喊到前头去，没有这次打，攻着曹操，焉能张飞这次，而快点大将前来领死啊！第二声是又一汉，比头上的喉咙更大。这个曹郎噻，死在曹操面前的有点马上的喝了马下寨，这下就觉得龙分数百，曹操喂呀！第二声一看，曹操一惊，这惊是没要死，这个张飞喉咙大了，你屋这个地方给他喊得阵阵的。他怎么打了狠劲？你曹操还有文军，我说不要怕他。曹操想想又来论军情了，想想张飞个人喊你拉脚就不懂啊，我这么细人呢，我要注意你。曹操猛连朝张飞长板桥后面，哦，王总王总，要死！怪不得张飞个人这个很不像人，这是诸葛亮用的诱敌之计，用张飞个人这么狠，我个这么细人呢，不怕领兵冲过去，他的埋伏说，你看。长板桥后面杀个回荡阳塞气腾空，就在老虎这种眼光看来，至少他的都要有大几万十万人的样子，所以曹操这个王出来了，你王出来你别在肚里头啥，他要论军情，来过文人已经把码头拨过来了，听见他这个丞相武将的时候，丞相丞相，你们立刻请看长飞长板桥后面杀毁荡阳，尘土重天，有多少美佛？这个丞相，你那个是老才子，而且老有脸啊！你那个看，他后面有多少在老虎看来至少，他说了两只头，也没有说多少。他讲讲说两只头，至少会演的就在后面来一位丞相，不是二十万、三十万、三十万的，曹操就顺嘴。